嘿、hey, 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久违了。今天是2014年8月27号。今天我要带这首，我因为我看了今天晚上看 YouTube， 看了周杰伦跟张学友在香港超时代演唱会的2010年的时候的他们同台的演出，他们唱了一首《吻别》。那我突然很想弹这首歌，特别去古韵买了百大流行哇中文经典钢琴百大首选里面一首歌，由张学友唱的《吻别》。而且今天很特别的是，今天要带来我生平第一次录的在镜头面前自弹自唱。哦，这个大挑战，我练了很久，刚刚练了好几遍，然后而且又穿了新衣服来，所以今天我的第一次也算是我的人生的一大挑战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来喽，要来唱《吻别》，开始哦。
体验不太好，请多多包涵，不好意思，再一次。